杀神之手和锁空灵网乃是神霄殿的心密至宝，我一个外来之人且修为不过天灵五重，怎么可能完全掌握？难怪当时你并没有立刻压迫那三人。楚家小子无留下重印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的轮回重生跟星辰仙师不无关系。林兄不必如此心，只要你我两人联手，定会有大事。到那时，我定会。